Incorporated 同学，今年非常殊胜啊，能够大家在一起参加浴佛节日，特别是在今年，从世界各地传来的信息几乎都是灾难。我想你们知道比我更多啊，不但在此地，连大陆的一位同修也打电话告诉我，问我们如何应对这次的灾难。那么在佛法里面，特别是华严经、无量寿经这些大型经典，佛讲得很详细，总的原则我们一定要知道，那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华严讲的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个共同的生命有机体，所以它息息相关。佛在大乘教里常讲静止心传，只要我们真正能好好的听经闻法，依教修行，断卧修善，特别要从根本着手，这个根本就是十善业道，十善业道的落实一定是在改命篇跟这个弟子规，真正的把这三样东西学好，就能够这个不受灾难的影响，我们认真努力落实三个根，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样就好，这个灾难来的时候不惊不怖，没有恐怖，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善的心行所感，我们自己的心善行善不在这个灾难之里面，这个一定的要有信心，大家要勉励自己，要帮助我们的亲朋好友。好，我抱歉抱歉说此地，我们这样的这个才真正能感佛的恩泽，所以说感恩为首的重要，谢谢大家。